Hello， 欢迎各位来自欧洲的蜂友们，大家早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拍一支影片，这支影片的主题呢就是跳框。今天是7月10号，那这一天呢有一个特殊的方块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噔噔，闪耀方块大礼包，而且是 50% 的折扣哦，而且它是账号限定特卖，而且必须在7天内使用完成。那搭配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哦。对，这次呢，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有一个特别活动，叫做梦幻方块活动。那这方块可以活动可以干嘛呢？就是你用现金商城的方块呢，就是跳框的几率会提高哦。所以呢，他刚好出了这一个闪耀方块，就是要让我们提高这个跳框的几率。那今天呢，这支影片就是来拼跳框的哦。那跳框完之后呢，刚好明天7月11号闪炫方块就是单日限定特卖哦。所以如果我们有办法把我们等一下的目标装备洗到传说，明天就用闪炫方块来洗。OK， 那我们事不宜迟，先把它买下来哦。好了，先跟大家说，我们等一下呢，对，这个就是梦幻方块时间。那上面的公告也有跟大家讲哦，就是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十二点，只要使用商城方块类型的商品，对，就有提高几率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成为这边的一份子了。对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的主角是谁呢？噔噔，就是这只夜光啦。为什么是这只夜光呢？有不小心立了一个 flag， 我就心血来潮买了10张的美法券，不小心在第6张的时候我喊出了一句，如果我抽到女主一，我就把它练到250的。没想到，没想到啊，橘子的工程师在那一瞬间听到我的呐喊，下一抽他直接给了我这个发型，就是这一期的女主一啊，那我就必须把它练到250嘛。所以呢，要重新进一只角色呢，我们之前都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让他在一开始最大化他的伤害呢？就是主五副五三五心脏猛兽嘛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来用刚刚买下来的闪耀方块来上让他们上传说啦。既然要开始洗之前呢 ，Hello， 我想再次感谢大家。几天前呢，肯伦的频道已经获得了1800订阅的支持，而这次呢，只要达到5000订阅，我们就会在 YT 频道抽出一台 PS4 的主机。如果还没加入肯伦 YT， 可以考虑订阅起来哟。希望这50颗内呢，我们能够跳传说。来了来了，开跳！第一件稀有，第二件，看来是太多人洗了吗？啊，剩余方块没扣。对，现在可能这伺服器还是属于比较卡的状态。我们先洗负五。第5颗跳一下吧，跳了，罕见，可以，我们5颗跳了罕见，来跳传说吧。第六颗，来，好，我们已经抽完1/5了。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剩下的这个15颗里面抽到，就算是我们的期，就是洗到传说，就是我们的期望值之内了。来，第15颗有没有亮一下？哎，没亮。我们剩10颗的机会了，有没有机会？哎呦，双逼伤，智力。亮一下！哎，我看来这个跳框给人的感觉哑巴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跳啊。跳起来吧！哎呀，我们有点危机啊，有点危机！刚是被吃一颗啊！刚是被吃一颗啦！拜托跳一下吧！不行啊！至少，
至少负五要先上啊！可恶，我们还有20颗机会，20颗跳。至少负五让我跳吧，负五。可恶，剩13颗了。哎，这我不要动好了。哎，怎么没有反应？我刚刚是不是吃一颗啊？点下去没反应呢。我们剩10颗了。9颗，8颗，拜托跳吧！7颗跳吧，拜托，还有6颗跳吧，不要啊，跳一下，跳一下吧，太脏了，跳一下，拜托，跳一下，拜托跳！干，怎么没跳啊？怎么没跳？我50颗没跳一个传说，一件都没有。我该如何是好，梁师？我这个还没有冲啊，然后我还被吃2颗的样子，不行啊！负五如果没有，不能用 HD 啊，负五不能用 HD 啊，因为负五如果用 HD 的话，它就不可交易啦，麻烦。可交易的话还好一点，怎么会没跳啊？各位不好意思，让我冷静一下。哦，原来是我们50颗，只有1颗跳罕见。好的，没了。没错，我们今天早上呢，50颗，一个装备都没有跳传说。我把自己垫得迷迷冒冒了，所以今天呢，准备要帮干爹，对，帮干爹一样洗负五跟35。希望我把早上自己的这个飞气已经把它去除掉了，那接下来的欧气呢，希望可以发生在咱们干爹身上。没错啊，我们已经准备了50颗，然后要把一样是负五跟35洗上传说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来开始复仇时刻吧。来吧，来开始洗吧，希望来吧，拜起来，拜起来，开洗 Go。他没有反应呢。哦，第三颗哦，他刚没有跳啊。第三颗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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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就有点状况而已。来第四颗，你知道跳框其实难度真的很高哎。来第六颗，啊，他如果跳框的话，这里会发出金光啊。第八颗 Go 发光吧，可恶没发光。不会吧，我们今天是来复仇的。第十颗跳上去吧，跳起来。不会吧，有人做非洲的吗？12颗有吗？哎呀，干爹现在会不会紧张了？我换屏好了，去 8S， 对，去 8S， 我觉得 8S 可以。我们就在这棵树下许下我们的诺言，如果洗上传说，我会很认真的给这棵树一个赞。我已经立完我的 flag 了，相信这棵树如果跳空，就代表说这棵树听到了我的愿望啊！我等一下就要好好的给他一个赞。
好，我们目前洗完15颗，还没跳框啊。第16，有吗？可恶，没有。第17啊，等等，他还没扣一颗。跳吧 ！Oh my god！ 第18，复仇。22个，跳吧！这个跳传说真的有感吗？看人家一直跳，就我们没跳，加倍！刚刚有人喊说他三颗上两个传说，不会到最后我们50颗又都没上吧？这真的跳框加倍吗？我们已经洗了等等，这是什么？进射方块哦，没有啦，这锁三排，太过分了吧？这什么锁三排啊？哎呀，我怎么发现它长得一样啊？拜托拜托，掉吧！不行啊，剩14颗，怎么办？好抖啊！哦不，掉吧！不行。我们真的是来复仇的吗？我们真的是来复仇的吗？换一下，换一下。可是我觉得阿二很好啊。我觉得，来这里好了。我们也在这棵树下好了。哦不，真的会吐血，跳了吧，跳了吧，跳了吧，跳一下，跳一下，我求你，出事了。出事了，真的要出事了，真的要出事了，我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，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如果这50颗我再没洗到的话，我就等于是100颗没有跳传说，我绝望了，我刚不是还是希望吗？剩3颗了，梁元师，我们能不能逆转逆袭？亚美龙，亚美龙，啊！太绝望了，不是吧？海底捞跳！今天说好是要来复仇的，粪干！别人洗就跳，我们都没有。乐敦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以为我已经把自己垫得迷迷冒冒了，结果梁元师，我们继早上的50颗到下午的50颗，总共加起来100颗，我们一件传说都没洗上。好了，那我们这部影片就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部影片见了，大家拜拜，大家拜拜。